人鱼不再是传说，1990年果真被发现，在黑海海边俄罗斯的一个索契城发现了。人鱼藏身海底，竟然发出了让全世界惊呼的声音，表示它不是单音的，它是在一种沟通，在一种对话。苏联科学家意外抓到了人鱼宝宝。我们哦，本来是居住在亚特兰蒂斯。真相 hold 得住，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，卫视中文台。